Workbook, Lesson 20, Part 2. 1. Listening Comprehension. B. Workbook Narrative. 爸，我已经到北京了。我们一路平安，请告诉妈妈不要担心。我刚从机场出来，在车上要去烤鸭店和王鹏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吃饭。北京机场大得不得了，非常漂亮，很新。啊？不累，在飞机上看了好几个电影，所以不觉得时间长。我也睡了一下，我用的是王鹏爸爸的手机，不多说了。我明天买一张电话卡再给你打电话，再见。